现在是早晨9:30，我们现在从出海的出发，742 highway，而且这一带停了很多车，可能是因为很 popular 的 cross country ski。Let's go。这条路前半程路踩得很实，因为有很多滑 cross country。这个旁边明知一切迷雾世上则是冷场，一路上还跌跌撞撞，再痛都装作没事一样，已经习惯了幻想。呆呆的望着装满回忆，这还不是真装的，这装不出来。你看，哎呀，是什么花落在脸庞，有点酸涩，夜晚人滚烫，我的世界瞬间汪洋。下午，中午12:30。现在才12:30。刚才12:30，咱们到了那个山脊的顶端，应该是顶了。后来又尝试了一下登这个小顶，这个顶，但是路比较滑，放弃了。